道你是为着伊，你就干脆吃一个物件，为着伊保重身体啊？那不强强也轻轻，真应该出大事哦。这是我的家手人给你传的相片，你看清楚。这是小夏先讲，我周彩萍的嘴型变空啊。周彩萍现在已经有结婚了，去啊。要不过马花钱恰好，还小东受伤啊。小东恰好，阿姨告平安，伊爸带阿囡仔告平安。你放心吧。公公回报，伊母仔囝拢平安。拄则你看到这相片，就是甲建清、甲小春去病院看小东，我下骹手人翕来的相片。你敢知影？这代表啥？这代表讲，虽然我的人是徛在你面头前，也毋过，也是有足侪人伊替我处理代志哦。那是讲我随时想要向叶建清请安，一直拢有机会。赵子俊，你真是在威胁我？我不准你去伤害建清。你放心啦，只要你乖乖听我的话，好好保重你家己的身体，我嘛会当向你保证，叶建清会当平安无事。你敢安怎做？你家己做决定。这几天啊，一直拢无回文的消息，我是愈来愈烦恼啊。刚刚赵子俊真正带回文偷偷出国去啊！师傅，我知影你一直烦恼阮姊啊，啊，伊即摆下落不明，我是惊到未吃未困啊。虽然我知影这赵子俊。伊是要害死阮姊啊！要唔过我嘛会惊，万一伊人硬要来，啊，阮姊也是一个贞洁烈女，伊一定哦抵死不从，嫁鸡自尽的。啊，是啥物时代啊啦？个人咧嫁鸡自尽的哦，卖一点仔我袂讲好无？恁姊也绝对袂做出伤害家己的代志啦。遐歹讲哦，即摆阮姊也袂输敢若伊阿姐夫人的，伊敢软禁伫伊身躯边。莫讲是伊啦，那换做我是赵子俊哦，我逐天看到我心所爱的人，伫我面头前安尼看会到得袂到，我嘛是想讲，雄雄倒一天我若紧去破掉的时阵哦，我若甲伊安怎，啊到时阵阮姊也是要安怎？啊，你惊我无够烦恼许啦，我即马找无恁姊啊，啊恁他妈遐查天花都。啊，我即马是希望阮姊啊，千万唔通想袂开啊。阿姨，你啥物遐尼悲观呐？赵子俊，伊若是要对我妈后背来，之前我妈住伫外口迄段时间，伊早就有机会啊。虽然硬要甲我妈带走，啊，不过我想，伊是真心爱阮爸，伊绝对袂做出伤害我妈妈的代志啊。刘伟，你到底是搁咧丢毒啥哈？表姐，你莫逼我好无啦？啊，虽然讲以上不是我的查某囝，也不过伊的名是恁甲替号的，伊甲咱有缘。我拜托你啦，我一点仔时间，我考虑一下好不好？你哪会当讲袂顺车哈？是安怎你甲你妈同款，到即摆拢无得接受？林以章根本就毋是你的查某囝，即事实啦。啊，是讲恁遐想囡仔想甲起痟啊？过去啦，我替你安排一下，
你去甲你妈看同一个医生好不好？阿姨，小秋，你拢在家？哎，小夏，看得较开的啦。既然哦，威廉伊心肝内阁有周彩萍迄个囡仔伫的，就算讲恁复合吧，也表示恁未来无共识。哪要咱逐天冤家，不如归期切切，家己哦过家己的生活啦。我唔甘愿啊！我咧拼死拼活拼遐尼久啊，就是要好好维持这段婚姻。本来会当重见光明啊，即摆阁为着一个无血的囡仔，特别来分开，我真正唔甘愿。我也无讲我要放弃这段婚姻啊。不过为啥物你希望我啥物代志拢爱听你的啦？刚讲我无顺你的意，就表示讲我无爱你，就表示讲无法度维持这段婚姻了啦。你真正袂记啊，是无？是周彩萍害我袂生呢。本来咱两个囡仔是要独占你的爱，结果呢，即卖你的爱，满满的爱，全部拢给迄个周彩萍的囡仔。你叫我是变哪会当吞忍啊？二姐，不管以张的爸妈做偌济伤天害理的代志，啊，不过囡仔是无辜的，你让以张去承担伊爸妈的罪，安尼对伊足无公平。所以你即卖变我以德报怨。去替我冤仇人饲囝，小秋我不是圣人呢，我做袂到。咱大家当然拢不是圣人啊，啊，不过从开始了后，我才知影，原来人的性命是足脆弱的，一定要好好啊珍惜。原本我就是讲我有心，会当延续郑凯的性命，啊，不过后来检查出来，我并无有心，我搁较会当体会，甲小爱化大爱的意思。虽然无家己的囡仔。啊，不过搁较有时间甲精神去爱参像以张这种失去父母的孤儿啊。小秋，你袂用咧伫即个时阵坚持要做你的烂好人。咱两个情形无同款，我唔相信呐。我做你是我，你有迄款的耐心甲爱心去对待冤仇人的囡仔。我嘛投反对票。小秋。你敢知影以后小夏的日子，逐天若是面对做彩萍的囡仔，都敢若袂输咧提醒伊家己，伊用伤着心受偌疼。你看，你看，人迄个做彩萍哦，阿哥生一个查某孙呢，嘿，啊，足古锥的呢，你看。啊！你看啦，你看啦！好啦好啦好啦，一张够水够水吼。好。维丽啊，我叫你讲，去甲恁阿姨吼找一间较好疗养院，花点仔好好休困才会方便呐。爸，我只是认为吼，阿姨暂时受真大刺激，唔才变卡呢。伊只要厝内边人来关心无，我相信伊大概会有正常接受这个现实啦。所以我是感觉唔免送去疗养院啦。是啦，朝阳，实际讲吼，我嘛真讨厌讲我住伫疗养院迄段日子，我规工所面对的，若毋是医生，无就是护理师。若毋是叫我食药啊，无就是注射，无甲一个亲人伫咧身躯边，迄种的惊吓、甲孤单，你是无法度体会到的。我惊讲吼，你若甲放心送去迄个所在，一定无法度适应迄个环境，反说吼，对伊的病情吼是会搁较严重啦。这边哪会用的啦？你去看，一定落去接受较完整的治疗嘛。每半暝拢唔困啊，化解起来就解起啊。规厝内安尼乱甲鬼气不灵。不行，你等下拄好，恁哥都歪去，歪去甲恁妈找疗养院。哦，你去啊，你去。爸，刚有需要一定要甲妈送去疗养院啊。那水莲公。
妈常常活在家己世界，也毋过伊嘛袂伤害人啊，是毋是会当和妈留伫厝里，莫阁出去？你敢保证伊袂伤害人？卡叔讲，参像咱即马安尼坐去客厅，啊那有人客伫个，啊伊踮个客厅那去互压起来，人家袂拍着惊。哦，林龙吼，唔知你想啥？其实讲啦，我本来吼，就是想啊，就离婚手续都已经办啦，哦，啊袂去登记啦，啊，但是伊就忽然间甲你。出这款镜头啊，你无法度啊，即马只有安尼处理啊，啊无法即马吼，那宣布该离婚咯，哈，向媒体知影，都叫我骂死。离婚？我不爱离婚啊！朝阳，我今日所做一切拢是为着你呢。啊！你的心肝哪这么凶？啊！不要跟你离婚！敢讲你无爱我？你要去爱那个陈一芳啊？你会离开我是不是？朝阳，你会离开我啦？好不？我不会。不，不担心，不担心，不担心。麦搞，麦搞，麦搞。你先坐，你先坐，来来来，你先坐。我离婚了。你先坐。当拜托你，卖放弃妈啦，给妈一次机会好不？我相信妈哦，应该真紧就会好起来啊。啊，至少你妈看在这么多年来，妈为着这个家尽心尽力的分享，回老爹处理好啊，真用好不？啊，有亲人陪伴，才关心好起来嘛。这么闲啊？我即摆下令退休啊，啊，回来厝个都无路用啊，当作我是伫厝内是无路用的老伙啊，啊嘛无尊严啊，讲话嘛无人要听，我叫你去找你就去找，谁啰嗦啥的啦？谁让你来逼我啦啊？小姐叫我放弃医生，你叫我放弃我妈？我的人生让你讲一下好啊！叫我行东，我就行东；叫我行西，我就行西。秘书是恁手头，该好啊，同款。今仔赶我妈走，明仔就是要赶我走啊！没人，我赶你走。哎，我连，我对你干嘛呀？解释白痴，这无路用的废人，你无法度保护家己的亲情，保护家己的爱情，啥物拢做袂好势，啥物拢做袂好势。真好啊！你若看见你家己，善良不是罪。哥，你知影无？其实啊，到我了根本就无像就是一个人，我是一个影，是一个灵界影。你是啊，我是别人做的不是。相信，根本就无人了解。其实我是头头面，知影人我就不知。
林慧莲根本就无需要存在啊！啊，我的存在根本就是一个错误嘛！你莫讲就是一个话啦。那呢？你甲爱你的人、要紧的人，你也藏在倒位啊？别人我是唔知影，上无至少我知影，我是真心的要紧你。哥，啊，其实哦。我需要同情我啦，你以前嘛无啥物睬我，阿姊嘛，会安尼搞我关心，是因为感觉我就可怜，多谢你啦。啊，不过我真正无需要听这种善意的谎言啦。跟你讲，跟你丢啦！我只卖真心去关心你，嘛是我跟你做个真大反省。我承认，过去我有对你真侪疏忽，我应该好好珍惜。咱两个兄弟之间的兄弟情。我的心，也是去让小芬把我砍掉的。这惨笑，我对阿姨的恨，我嘛该放在你的身躯顶的。这惨笑，今嘛大家对这座彩屏的恨，放在伊姨丈的身躯顶是同款的。经过姨丈，伊是无辜，伊根本就无罪。是感情好久的东西，我感觉，爹恁家，只有以上才是外情啊！不，我想要救，我想要救一个跟我同款无法度选择跟人生的囡仔。慧莲，虽然哥不是你啦，也不过了解你心里在想啥，我了解你的痛苦。以上以来将来当幸福，这是你上大慰藉和解脱。你若想要另一张，来这里找我见，各支持你。你上大资产啊，就是你的善良。虽然讲哦，一定替别人在想，那么顾着你家己，那么过来是跟你讲，当你想要爱别人时阵，一定要好好爱你家己。你只要有力量去爱别人，你想把你家己先冷静下来。先好好冷静，听你家己的心内伊所需要是啥。当你若想清楚啊，你会勇敢去做，勇敢去争取，而且是义无反顾。哥，我即马感觉就奇妙，我从来唔捌想过，咱两个兄弟啊。当成就是嘛安尼哦，自由自在，恭喜阿爷。咱是兄弟嘞，我永远哦，做你的忠实听众。因为你，嘛伫我甲乐龙，无论出现状况的时阵啊，真心来关心我。一家人就是安尼啊，伫咧对方上需要的时阵，互相扶持。
带我出来，你是要带我去多位？我是怕你哦，去白庄内底无聊啊，所以带你出来安尼行行咧。我的心情哦，放轻松一寡。你真是头壳有问题，家己互人通缉，还敢安尼光明正大，行伫个街仔路。我是咧惊啥？即摆咧规街仔路，迄通缉犯满满拢是哦。讲老实话啦，我根本就无要紧。我即摆也是通控制我的公司，也是真侪人咧替我做代志啊。即摆我就带你哦。看一下，这是信用大的所在。是啊，我只是要让你知影，我即卖的行动也是足重要，所以我要将信用。或者是小心电条的，拢参就是倒电二杆同款，遐尔简单。即摆你已经伫我身躯边啊，我唯一要肯走的原因，就是为了小春。你也是唔放弃小春就对啊。我绝对无可能放弃你啊！伊是我的亲骨肉，我袂当悠哉伊安尼自生自灭。我得到消息了，杨明志勇在开车来接小春，去病院挂宋丽慈。宋丽慈为着要救你，想我出大力。小春甚至已经答应和小安保警做鬼踪，该谁靠啊？你讲起来，宋丽慈一天都应该感谢我嘞。你看，这有人车来。